就读古堡家商高三的李同学，从高一开始便透过建教合作方式做中学。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具有美法丙级证照，距离毕业还有半年，就已经确定被建教合作机构继续留任。就读志光商工餐饮科的陈同学，则是因为学校采取在餐厅做三个月、回校上课三个月交错的学习方式，才一年级的他就已经有机会进入连锁餐饮集团工作。我提早进入职场，会比同龄人来得更成熟，也能够更提早熟悉业务，会提早为自己找到目标，找到一个努力的方向。一开始有怀疑过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但是后来进入职场之后，发现自己也没有排斥，也蛮喜欢，越来越上手之后就蛮有兴趣的。一开始选这个是因为有兴趣，然后就是后来听家人的就是建议，然后后来就是读了这个科系，也没有觉得就是会比一般人输怎样，就是自己有努力过就好，就是多了一个技术吧。因为如果是去读一般的话，可能就是会读书，可是如果我读，因为我自己不是很会读书，然后所以我选择了一技之长，就是选择了这个的话，会让我觉得至少我会有一个技术在，就是不会流失，不会走的。会念技职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比较自信心比较弱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定除了专业技能给他之外，一定要透过校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来建立他的自信心。因为很多学生在国中之前是几乎不曾上台领奖状的，哦，等他参加这样一个技职教育的大小比赛之后，他发现他找到他的舞台，哦，从这方面我是觉得，整个学习当中他动力会越来越强，那越来越强就会展现他的人格特质的部分。他就喜欢学美容、学餐饮，哦，一旦学进去，你会发现如鱼得水，哦，你会发现过去他对于一般科目学习没兴趣的，就是比较唯唯诺诺的部分，在念了技职教育之后，你会看到他发亮发光的很大的这方面。除了在学校给他之外，哦，我们也会透过一些那个校外的业界参访，哦，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建教厂商，哦，还有那个大学端有认识更多企业。在每学期那个办校外教学的时候，啊，我们会请那个大学端的，透过他们知道的这样一个产业界的啊，也请学生去看，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高职的视野是比较狭窄，啊，大学端会让学生看到原来大学这么大，除了专业设备之外，看到这么多企业，啊，他们会慢慢对于这个行业这个职业会越来越憧憬。更加深他未来可能会继续升学或是就业的一个原动力。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少子化冲击有65%企业缺才，其中最缺乏机械、电机、商管等类别人才。而企业对于技职人才具有好感度，一般大学起薪30,952元，科技大学30,849元，以新鲜人来说，起薪差距不大。其实呢，因为在技职生部分，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呢，就已经先有做过产学合作，然后呢，也等同于是提早进入职场，所以他们在整个适应能力、应变能力，还有配合度上呢，都相对要来的比较高，所以也有很多的企业主，他们会去选择这个高中的技职学生，也是不无原因的。过去我们知道，在科大还有这个高中职的薪资方面呢，可能跟一般的大学是有比较大幅度的落差。但是呢，我们发现在疫情的这两年，尤其在今年，因为大缺工的关系，所以整体的薪资幅度呢，要上升了有5%左右。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呢，这中间的落差值呢，其实一般大学跟科技大学落差只剩下大概是100多元。那但是呢，如果是以高中职跟这个一般的科技大学来说的话呢，这落差大概是落在1500元，其实这个落差幅度也比前几年要小了非常多。好，那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国际的这个半导体相对来说非常的缺工，也一直在对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招手，所以呢，其实台湾的半导体人才这些大厂都纷纷呢寄出非常优质的福利还有薪水，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吸引他们，或者是留住这些人才。但是目前呢，虽然已经把这个触角从一般的大学延伸到科技大学，但似乎这些人才缺口还是没有办法
完全的补上。所以目前呢，这些科技大厂也已经把他们触手伸向了这个高中职，希望可以提前部署，从高中职的时候就开始培育他们想要的人才。在2021年跟现在比较之下呢，我们发现说呢，在年增幅度上，高中职的这个人才在这个半导体他们的稀缺度来说，半导体他们想要这个高中职的人才的职缺在上升，年增幅度是来到了133%哦。那这个幅度其实很惊人，尤其整体的职缺是来到了上万的职缺。所以相对来说呢，我们也发现说有50%的企业主是真的有在跟这些高中职的新鲜人来做配合的。就我们这边在这两年，如果说平均下来来看的话，一般大学生的这个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的明显，大概会落在2%左右。但是如果是科技大学或是技职学生的话呢，他们的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要来到5%。调查也发现，有63%的企业会给予有证照的人才加级，另外有40%企业曾经加入产学合作计划，显示严重缺工下，即战力强也成为新鲜人的一大优势。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